我今天晚上是到吉隆镇了，现在快9:30了，天马上就黑了，也快到了。哦，看前面那云。到吉隆镇了，那已经到吉隆镇了。吉隆镇就是挨着尼泊尔的，去尼泊尔从这里可以去，但是现在去不了。看，它好多都正在装修，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镇挺大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吉隆峡谷。哇塞，那边还有瀑布，看天上的云，快下大雨了。看，这下面就是不知道有多少米深，我都不敢站着，我站着头都晕的。看，吉隆峡谷，我在自行车这是。这边都好多在装修着嘛，看，最后再看一下，哇塞，太高了，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，哇，假如掉下去的话，绝对捡不回来了，我这相机，看，太高了，哦，我不敢站这里，哦，我头都晕的，太恐怖了。看，你没看吧，我是不敢看了。吉隆峡谷这个1000多米高绝对有，看天上的云，太恐怖了这。我走吧，我还得还滑了，我有点怕。看这个吉隆峡谷的这个桥，我准备挑战一下，我这个索鞋是滑的啊，冒着生命危险挑战一下。Oh no！ 我真不敢啊，这，哦，我有点不敢啊，我，我还得还滑了。哇塞！哇哦！哇，太恐怖了，这太高了，你看，哇，哇塞，这太恐怖了。哦，我闭着眼睛走过去吧，看这太高了，哇哦。看我腿都发软，哇塞，太恐怖了，这1000多米高，哇，我手都发抖，哇哇哇，没体验过的来体验一下哦。我是走这次，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敢来了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来的，哦，太恐怖了，我发誓我这辈子我是绝对不敢有下一次了，这一次冒着生命危险来的，哇塞，快上来了，哦哦哦哦哦，太恐怖了，这吉隆沟峡谷的吊桥太恐怖了，哦，我心里一直发慌，看我终于过来了，我成功了，我，心里一直狂跳，这1000多米高啊，这里，看，它很窄，但是，我走到中间，心里一直狂跳。